哦，哦哦，原来是这样，不愧是老师，这样就能理解了。哦，谢谢。不用担心，为了应对这种情况，我已经在外面做好了充分的准备。你问是什么准备？那当然是，很好。看来我之前在周边买好的鬼雷是有用的。外面好像是正义时间部的人在处理入侵者。看这个情况，并不是针对我们的袭击。擅自埋雷是不对的，应该事先和周围的人打好招呼。但是如果事先就暴露了地雷的位置，不就起不到防御的作用了吗？之前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情吧？是老师你太松懈了。要知道，是暴乱分子发射的信号弹吗？老师，快跟紧我，我护送你去安全的地方。不是信号弹，那只是单纯的庆祝活动的烟花。原来在这里还有庆祝用的信号弹。这里的人还是太缺乏紧张感了，如果习惯了把信号弹用在这种事情上，真要到了趁着现在可以暂时放松一些吗？算了，虽然我还是认为老师太天真了，不过必须承认，在老师身边我确实会感到安心一些。今晚就听老师的，稍微放松一点吧。